个弱小女子竟敢刺杀本司令，说谁派你来的？老鬼子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。想死没那么容易，我要叫你生不如死。姑奶奶，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总司令阁下，把他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让他供出通火。什么人？出去挡住他们，把他交给我。嗨嗨，就你们几个无名鼠辈想杀死我，自不量力。老娘今天就是死要杀了你。Thank you.
动的司令官在老楼上保护东西。嗨！啊！赶紧去，也许就是那些活宝了。可是你去，快！六哥。中国的国宝，不允许你们日本人践踏。我们替南京30万冤死的中国同胞报仇雪恨。